微笑的圆现在是位置是在林边车站，下车就能看到这一个以飞天小火车为主题的公园，然后带大家带走一下外圈，好多小朋友在这边玩哦，然后它有类似像攀岩啊、溜滑梯啊这些常见的游乐设施。那我特别拍片是因为我刚刚发现这边啊竟然开始在喷水器，感觉如果夏天来的时候应该是蛮消暑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公园里面看到类似的设施，但是还蛮特别的吼。那它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大莲雾的造型，真的还蛮酷的哦，跟大家分享。大家知道林边的特产是莲雾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主题公园里面啊的椅子是以莲雾为造型哦，然后后面还有一颗大莲雾，然后那种网状的让小朋友可以往上爬，整个来讲我觉得是相当的非常的有特色的一座主题公园，而且也非常受到小朋友的欢迎。我看我来这边超过一个小时了，看到有些小朋友啊还依依不舍，刚刚家长要带他回家还大哭说他想要继续玩哦。好，就介绍到大家到这边哦，跟大家分享。